心，名利呀，咱的自在，修炼呐、啊、是用心嘛、啊，感觉都回来了。这是咱回到清净，根本啊降落心意呀、啊，出定是天界，无形啊。是照咱的神啊，光彩啦！我有一点灵气，请用啊，咱在世心灵啊，恢复天地这点意啊，带有无尽这条心性，这是咱出家。先天的本性，落地清净，这个天愿，无啊爱咱顺这条线啊，这是咱各有先天的本质，降伫咱在世的领悟啊，随着天意的发生。我爱顺入来脑中啊，这个电波精气是灌伫咱目脉，这个头壳内底对入啊，这个，这是我逐工咧用的，我会当用着安尼这个情况来，互我家己会当知影，这就是精神咱的出名。母啊，爱我将着家己的心，站出来家己看，是咱清楚这条灵性。这世人啊，咱要有一个印证，有一个根基，咱修炼啊，这个原性啊，拢是咱家己会当做主的。修炼是用咱的灵感觉，你稳会落来，这个心啊，会当表明真理的天性，使咱恢复先天的本性啊，无形也法，这是咱出家的天理，心灵啊。看咱的稳定，照着先天的本性，咱爱有徛正清净啊！这是咱即马顺家落伫咱这个身躯顶的，心内底这种气场，咱的感受，灵魂爱互咱会明啊！咱才会当将着这个气啊流通呼应啊，是咱本源路线，是咱出家先天的心啊，有落地清楚这个脑神，咱普的是正法这个心意啦。顺着稳定的天，阿母啊，爱予咱遮尔啊清的心，真愿本意如法界，照体通灵顺自在，合作会这尊神明，这是咱在世显会清出来，将着。这间气，我形容是心内底这个本性啦。无啊，爱予我用着清净这个心，直通脑海这尊心明。这是咱归元一条灵性，这世人咱的心安定啊。原始有灵气，
照着咱顺家这个心理，无形伊的灵性，拍通咱个人心清，这是缘的灵性。来讲就顺家这条心，显露实证法界，落地清净。这是自在，这是咱出用先天的本性质。阿母啊，有这点理，我来讲顺家这么清气，这是咱见着先天母娘啊伊的心性啊，灵源有落这根气。转过来，心中顺天啦、啊！我有一条正法正天神，这是主要的发心，嘛是咱得通清净的本心啦、啊。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咱脑神啊出名。今日我爱。用着心啊，来讲出着清净这个脑，发射着无形界，咱的心啊，这么啊清。这是咱回转先天的本性，归入这条清澈的天灵，上苍有落定天意。落伫正觉脑中心，咱有母娘啊，这根气现伫咱的心啊，顺利啊，是我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母娘啊，和我传音啊，现在我照着清澈这条灵性，这是咱佛原体。母娘啊，伊的本性，顺着我今啊大母啊的传声，顺着无形这个天界，我就行入来。我这条心，这是咱的佛缘本性。我伫在世间，咱要照伊啊。灵回倒转来，这就是咱的灵有清净啊，明白啊。灵源伊的灵气，就用咱的心啊为主持，这是先天儒家开源个人的自信，脑中浮的证明啊。原始是天性，甲咱转达是天命，使我有清啊，这条心意，这是咱归元母的心。我再来讲这年孙的意，是咱一点灵性，是咱一清道灵。尽力这个天愿，使咱恢复心清。我有一条现世本性，这是照着先天的法，因伫咱这么稳当的心，我照顺家定心，是咱一点灵气。既然正觉这个心，无形界啊，无形体啊，爱咱用无助的心，这是开发咱的本，解空灵魂只有讲天界尔尔，因咱要讲的是进修，修门修明咱的脑底。
这是金宝直接把咱牵起来，在咱这个脑海中，你有老母这个灵感，按住你这个心，向着咱的心内啊，来讲到这部经，这是直指直通的，直通的，直通的。我爱是现当当的灵性，兑现我个人啊，这个心情、心境、心意表达，拢是顺着这个天理，我会当引导倒来。我即马这个心意，拍通我顺家母娘伊的心，真法。是通天灵，爱我转的现世清，因为我爱母啊，这个能量，这个温和温和，这是咱上界符合的。我爱是正理这种推行，讲到金宝这条原神本意。都着真法，这条灵气，显露咱的灵性归元，是咱以正法正天神，请用咱在世这条本领。母啊，伊爱咱的清净，这世人咱就讲通灵。真理落架是灵气，照心传达是顺天，养咱本源本性，找出着先天这条灵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脑海中浮的真理是天灵，传到心安静。以咱上界这个天理，徛回正缘母娘的心，这是咱通的天界，一粒明智明理的现在，是咱以正觉这点灵气，世间我行的顺心正念正。这么稳固，这是天元的灵性。阿母啊，直通我这个脑神，随着正觉这点气，我有顺家定神，无形的天性，就乎我清落定。这是母啊的天意，我才会当讲出现清家己的心，一个有明这个天理，我才来入定中这个灵性啦，是咱一点元神出现在世上，咱的心。我随着清净这个脑性，活倒转来我的本性，这是清净神一做主的，是咱用着正法这个天理，心明啊，照我的意啊，表示上苍伊的天界。就普咱的正法心自在，一点青天的灵气，我就看出家己，这是无形的天性，正甲我即马这个心啊，会现啊，拢是顺着先天的本领，
心内底啊，这条本领化为我现主持的心啊，向咱的清楚的天界表达我这世人心灵的本意啦。上苍就显露，我就照母啊，这个灵气，行伫我心啊，顺着先天的心，向我心啊，内底神，清净是天界，忽然的心是自在，放开原始这条天性。我走金宝，教我的心安定。虽然天元一点气，爱咱应当爱顺天。有咱阿婆啊，这条灵魂，我以这点灵气，个人甲表示，现伫咱即马清净的脑神呢。这就是咱的自性，咱的元气贯穿着啊，这个天。母啊，爱乎我尽量来表明，因咱是人嘛，再当体会充足。这是一口气好成的，安尼来促成，我走无形界，乎我这条灵性为准。是咱只嘛完全心空，阿母啊，放予咱这个能力能光，我才有安尼产生讲会到的，能够表达的，这就是我自然的天意啦。心清楚，合回我的原性，合回咱的本性，这个灵台山。无影山，照着通天呐、啊，咱才有这尼啊清净。阿婆啊，爱我见光明啊！这就是咱顺家这条灵性，拢是家己的心，转来变去。这就是要行咱的天性，多一下咩？清净。是咱这点灵气，要获得咱这条上苍的本性质。咱有一点灵气，恢复通灵，母娘啊，伊的天性，真理则是天界，落地青天则是人来。我爱我有这年轻的天性，教到我一点起通心，这是花啊，是咱用这条清澈的天命，咱有顺家阿婆啊，这条心意是我家己会当向天倒转来，这则是我的福缘本。落地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我今嘛这个脑海，这个上单就放开开，因为这是上苍的天理，我心放开无限，才会当接到先天。母娘啊，伊要给我的信息能量。这是阮两个资料嘛？啊，我早我都了你啊！即马你讲的这种心腔的法门，上苍伊的灵性，就拍通我即马现当当心的元灵，恢复我在世，会当甲病倒转来，心的安吉祥。这就是咱的水气，咱才有这点天元的灵性，相当啊，咱的呈现，无形是要表示嘛，
咱儒家这条神呐、啊，这个教义带有咱清楚一点滴，我得通修炼咱的灵性嘛。这在当讲天元呐、啊，母爱的心团灵，真法是定天性，教咱心嘛、啊、安静。这就是心安呐、啊！我有这条清楚的天理，心安掉了呀，是咱阿母啊，这个信息，灵源见到是天性，开源脑明是正天呐、啊。不过这条真法的天性，顺着咱的天意。打通法界，道心灵。母啊，伊用着这条青天的真意，大天啊，现开。灵源本性是照心，咱爱是显性。顺着咱即马这个脑中心，稳定咱的天界，接回天空。金母啊，这个原型啊，这就是咱转的天理，虚空和咱这条神的本性，连咱这条清楚的法，生咱无上这个天界，咱才会当徛正咱的灵台，这就是咱上观这个天理。高地非高空，灵与爱是上天的灵性。转到转来母娘，这条本性归于显露是正法心，开源清净是显世灵。我要讲的是家己心。会当通达母娘这个性，安尼我才有这么清楚，这个气我才有都流通，心啊，伊才有这么明，安尼我就未乌白讲啊，我未乌白抓一个这个事件，这个意思出来咧安慰我家己，因为这是实际啊。母娘伊要教我这个天性啊，转着我的佛缘天理啊，所以讲我只有遵照母啊这条圣意念呢，啊这是天规嘛，照着这个先天的灵性，根本啊佛我的能量，我才当将着先天的意表明。真理拢是天缘，阿母啊转的是心清。世间就是心有负担，心的神啊无专一，你再铺较无清楚的遐灵音。今日爱是家己单纯，会当讲破。咱这条正天的法界，咱虽然是伫遮咧找咧望咧学，这就是我即马会强调，要来讲出着青天这个灵性，我无爱搁伫遮浑水摸鱼啊！这则是我要讲的天理，一点清楚的灵气啊！先开则是天命，爱咱团的啊是心伊的主宰啊，这是咱的元天道性，一点清净，咱的天神灵魂有落现世面，专利大家清净，
我有这条先天的真源，顺咱有无这点气，打通元灵，咱的本性，赐咱一条清楚的天灵，是咱用着正觉这个天，阿婆啊落架顺我这个意。无形爱咱一顺，行回天元啊，这个阴温，这就是咱的韵律，将着这个心解拍开。灵伊爱咱一清净，这世人爱咱的心啊，会稳定，是咱一条。清楚的法界，母娘一亲身要甲咱练，脑中这个本性，自然符的要领。这是咱要用安尼来表示，踏脚中心，积立真心，随着正天的本性，咱爱是顺着清净。这才是咱原来的本性。上苍一直爱咱一顶一顶，一站一站，入伫咱即马即个本性，会温和，会顺舒。这就是咱青天的本意。老母啊，一直甲咱救转来，要归元心。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界，一世人你会当进入到咱的法中，照着无形界咱的天意，真理拢是天性，归咱法界是天神啊！无啊，要咱明白，讲出着咱即马这个脑神。铺伫咱原来这个本性，生会顺，这个真气，顺咱有无现世用，转达来到先天灵，这是清净的天界，铺咱有稳的自在，老母娘啊！伊爱咱有一点气，亲身行诶，咱诶本意啦，照着先天这个法，因伫我这条清楚诶本性，因为我即马定诶条啊，是老母诶来了啊，这就是我会当肯定，无形中。我甲老母结合，这就是咱要讲的通灵。你今仔日认什么做母？今仔什么神来甲你做伙？你一定爱知影，是咱即马的天界，咱顺着正道这个神，是伊清楚这个天界。真理要明白倒转来，这就是我恢复天元这点气，亲身印证。母娘啊，这条心，因为这是我内部的磁场，接引的磁性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我会当运用正道啊，这个原理。带大我现主持这个灵性，行回正轨道，这个要领，这就是咱的规律，咱的规矩，咱的制度。天啊，有这么清楚予咱，经过咱心的训练，咱才有这种铺排安排。上中的天地杀出来是无上的真意啊，
这就是咱通天的真源，倒转来咱的佛明，佛明嘛无现象的物啦，只有咱这个真气来甲你讲心啊有光，有咱本源啊，这个天地的真理只有香了呢。这就是咱的道无味，咱的心啊。会当接到老母这个真意，发射到我心啊！会当对天地献出到咱的元神出炉，是咱本领这个天界修行啊！我心内底会顺时啦，会知这个心道通的原料。这就是咱清清楚楚、切切实实，自然这个观啊，你在当集定中，我的心啊，自然摄入，传达心中无物，发射本能、本灵，我才有这种真言呐、啊，来传递，叫着恢复。这个天理我才会当人嘛，无会生有的这种怨气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啦。大虚空要让咱有心来做主，这是个人这个天性，这条心嘛的命令。是咱这个本性质，咱带有元灵，无让啊这点灵气生伫咱即马，顺着先天的心，这是咱讲的清清楚楚，恢复咱原来这条灵性，要倒转来未生，先有天，迄、那个以前。这就是我传法的天性，一个心光影影，我才会当向着这么清楚的天界。这是咱的神的本性，我接到脑中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我才会当倒转来归元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我用着我上自在。这个本性本意，一条正法的天界，我只有走回通灵的现在，上从这点灵气来到清空咱的心，这是对咱无形界通到咱的本源本性，随着这点灵魂。我爱咱世一光，这是清净的发声，无形也破万。咱有这点灵气，是普遍的，到处拢会当受到教育教化。这就是阿母啊的灵性，显明咱的清净，转过着咱本来。这空本来拢是空的，这就是通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世间要转到咱的心嘛，有顺天啊，天哪安尼，地是配合安尼啊，天地也叫顺时，四季分明，咱人在当住伫遮。有农作物，有所有的空气、阳光，咱只爱喝水，咱只爱洗水，安尼来通用。所以一定要有天地变化，咱照咱日常生活，所有的这些作物来应着咱现主时的配应。
这是上苍的天理啦。母牛伊牵加我，尽管显露是天性，本命教化是天灵，爱我一清啊，合无异。我也要我这世人，啊，会当顺着天空空，这煞是咱出家的天性啊，无业无债。无错无动，无烦恼无忧愁，是咱恢复原来嘛？母娘要生咱迄时阵，咱会当用着正觉这个天界，自然写出着咱的本性嘛，恢复着原来这个无证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因为我是灵修嘛，我爱讲灵的世界嘛，啊，只有讲心空啊，这才符合着咱即马上界观呢，即高空，咱所讲的祖师爷嘛。所以讲，我要照母娘啊，这个门法。只有这个门法而已嘛，啊，这就是我要做的嘛，我要学到头的嘛。咱六祖啊，去五祖啊，遐有无？五祖啊，讲你为倒来？伊讲为广东啊，海南来。广东较早是叫做南蛮呐，无读册人啦，高僚啦。啊你？无分明，咱咧讲讲是烦啊啦！啊，你来遮，阮拢读册人，拢修行人，你来遮要做啥？六祖讲，我啥物拢无爱，我来遮就是望拜师，我要做佛的呢。做佛就是道等的本性啊，就是我今麦在讲的闹清清啦，这个鸳鸯就对，迄个做咱的本性。名词无同啦，但是这个道同款，这个本性是相同的。真理的天界，显灵啊，是咱的主宰。安怎讲？这世人，咱所有的人要归元，要归宿，只有倒转来咱的天命了呢，宿性了呢，宿性是倒嘛？啊，都爱教育啊，总是家己教家己，这才是上大本的啦，上大本的，而这个资源本钱啦，显露是正天性，开元见母是天灵，顺着这点灵气，咱爱行的是先天的心。这粒离未开，着咱甲母牛，对母牛也生出来、弹出来，这就是咱咧个做倒转来啊，归咱的本样嘛，归咱老母这粒真心嘛，安尼老母才放心。随着天意的发展，咱就沿着正法入来。母啊，予咱的是清净，是正光的，是咱的光阳，这无落去啦，无新鲜啦，无新鲜的啦，无去擘着乌油的啦，是咱安尼来讲，咱才会当顺，甲母娘是一条线。这就是咱天元的灵性，打开咱原来迄点，抽出来咱的金刚，随起，咱要讲的通天本性，咱要形容，再例如，再调啊哩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啦，有一条一条的理呀，的经过呀。
会教，你去经验，安尼倒转来，则是真正确实。今日无爱收假，搁再假啊，是要照假，跳较较悬呢。这个狗啊，我甲行过这班桥，这就是我要讲的天性啊。我现主是要讲的通灵。你如果心无清，你就无法度过着你即马这个想无这个境啊。咱只是要过境尔尔嘛。这世间你若想有无，你就过境袂困难啊嘛，无难关啊，无艰苦啊，无怨天尤人啊，无你想袂到的做无到迄个代志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心的搞怪嘛。所以今日咱要照着先天的本性，心伊会自在，你才会当讲家己听有嘛，听甲到做甲到嘛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到这么自在，上苍有无定落心，教咱转的。先天灵，是咱有母娘这点灵气来行回通灵。今日灵就是咱的原命，天予咱的啊。所以讲，咱咧照着咱的命格，照着咱的命运去运转、去运作，咱才会当做甲上好的迄个境界。这就是咱团法的天性，个人修得到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进入到咱的脑神的当中，一点清楚的法界，生在咱混合这个原性，咱才有这么清的本性，随着这个天元。阿婆啊，伊爱我心啊，会转。啊，咱有这点灵气嘛？囡仔当大人就是转了。咱过去是一个平民百姓嘛，打出社会有无？唔知修行这条路嘛？啊，这拢是转化、转变就对啦。啊，咱如果那拢是社会。啊，伫遐做属龙工商的有无？啊，就干那这个福运伫遐等尔尔。你有经过修行，有经过咱即摆脑神，有诶讲做无形师啦。但是迄是咱家己诶心啦。咱原来迄个本性，即摆咧教咱现雕代。你即世人做好，安尼才有法度修爽嘛。双拢是家己宽化家己啦，金母啊，伊就是咱生的这个环境啊，啊咱这个境，就老母啊这个肺啊，啊咱唔知在讲金庙，啊是咱的元庙，啊是天元，啊是天灵，啊是真圣道，拢是家己含掉的啦，咱本来就有啊。今日要求，就是要求我伊正确啊！不爱伫遮胡扯扯，不爱伫遮有疑猜，不爱伫遮有乱心肠放来，一直生生你的烦恼，生你的干扰，生你的心未平，是咱一条灵源的天性，根本啊带咱的使命啊！今日拢事就是母娘啊，甲咱扯牵啊。今日我爱做啊，领回我爱做的分业，这是做人爱做较到啦。所以讲，我以这条清体的精气，是要行着正法，老母啊这条心，这人叫做先天啦。所以讲，先天啊，有未生先天甲后天以前啊，这就是咱要讲的灵性。
咱顺着通天的本性，今日咱们去倒食饭，是咱无讲出来，你暗算的呢？你若讲出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要去倒位样呢？那是一种拍算预料啦。啊，这个定落去，啊，咱来到遐，你看看，无入的你唔知影内底煮煮的滋味，一定爱入的你点着，才吃到伊的食材，你才会当估计好食啊歹食。用想的，用直接空之暴怒的，讲足多的，你无去印证啊，你无去落实啊，永远是空的嘛，永远是希望伫遐等的嘛。啊，咱人就是拢爱等啊，等阮囝阮孙，等我退休，种种的退休啦。是咱用着这条天性，咱这个命格，这个缘，我要来成果啊。所以讲修行唔免等，过去这个师姐啊，甲这个师姐啊一派，这个老来，迄、那个就跟未来。人啊，拢会安尼结派做伙嘛。所以讲。物以类聚，方以群分。物就是天嘛，方就是地嘛。所以讲，受安呢瓜分呢，受安呢，这个性质跟性质会斗阵呢。唔再讲，这个跟迄个闹共性，因就共个做伙。麻雀的，啉酒的，跳舞喜欢的。爱读书，爱插花，各无同嘛。但是我即马插花也嫌啉烧酒的啊，啉烧酒的也嫌一挂跳舞的啊，未去容纳，未去了解，想要去了解啊，一条通，大家拢同款，兴趣而已，念念嘛，是咱。一点灵气嘛，世间就是借来挖过去安尼尔尔嘛，哪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根本你什么嘛抓未到等于啊！你若无修行，啊，就永远留伫六道啊！啊，六道是上歹啊，下下顶的物件，啊，你搁伫下顶，搁分顶数，分顶级，莫怪无人海头。讲未煞，诶，这个好话啊！真理则是天界，咱要升华，咱要各有所念，这就是你的认真精神啊！修你这条好个性，修你现在是好头脑，你要有这个光的神来通嘛。啊，这才是完全啊，圆全啊，圆满啊！未来咱要倒转去，这粒性格，唔是讲要做性机，性机就是讲你完全拢知影，你这粒个性色色啊，会当讲滚瓜烂熟啦，你要安怎用，拢会当上界适当啦。未超过，阿嘛未讲无够啦，像咱这样要挂掉啊，拄拄啊好来挂。你若搁揢一个，那一个风来有无？掉啊沉落就倒去啊，倒去人要挂嘛歹挂，过去要挂嘛歹挂，从拄拄啊好又徛卡，安尼造一个空间。物件就是安尼啊，咱人嘛是安尼啊。是咱这点灵气，要来讲到天元这点灵性，所以咱人爱照假，照现象物，啊，这就是体会啊，这就是要领悟觉教啊，咱要倒转来天性啊，这才是永远的嘛，稳达达的嘛，未阁变化嘛。上苍
有一点气，咱爱是先世都爱做呀。今仔即个真心，母娘也是自然，互咱家己来讲，互咱家己来做，这才是正确。今咱修爱修精神，你真正的忠心，你真正的忠实，你真正的精进啊！这就是咱要回庙意义啦。伫遮订单店，伫遮游军，伫遮接骨，目的为啥？为着咱即马要了解，要找到倒来咱善良迄个明光的心。原始有落敬天理，教咱转灵普啊！世间就是惊你互牵咧，互惹咧，你家己无法度见家己，这是上可怜啊！枉费你伫遮嘛，逐工食，逐工困，逐工伫遮读册，读无迄个意义嘛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去修持，你若毋知你的内性，你毋知你的心地，这个来源，啊，要安怎来做，来行圆满，啊，你就拢假啊，浪费嘛。是咱即马，咱就要知啊。我要听母娘这个金言玉语啊，啊，这就是咱要爱嘛。今仔日咧讲的金冠老祖啊，甲五冠甲玉冠是伫倒？伫咱的三丹嘛，伫咱身躯内底这个中路线嘛，中脉线嘛，是用安尼来形容，迄只是外口嘛。要互你看是安尼模样嘛，本就无模样啊。是咱要将着外口这个物件甲搬入来内底，安尼咱才形容嘛。啊，无你也乱乱想啊。是观天的灵性，是咱顺着清净嘛。这个天意的本灵，有咱一点灵气，虚空界拢是清醒的啦，拢是清楚的啦，拢是明亮明光的啦。今仔日只有咱的心无无，咱才看无这无形界啊。今日这个心若清啊！哦可能圣王要来，咱就知啊。太子也讲要来，就知啊。咱咧敬拜礼的时阵，神子咧叫讲老教，你爱出来听，出来讲，这个伊就来啊。我的心内底就是要用什么声，用安怎来应付迄个自然法中的法，无形界无。会交陪啊！迄个人未结实啊，人无法度去陪迄个真正要讲的无形的话啊。我你就知影讲天道伫倒啊，心情甲什么境界啊？迄毋是你想会到的呢？雄雄要来，我毋则讲二四点钟，你的电啊，一定爱充够。充饱，这是灵嘛，灵的宝贝嘛，啊，这就是咱的心嘛，一根嘛。所以讲修行，你是神，神是即卖灵感嘛，你要讲的是灵，伊的主宰啊嘛。你有神，你不管神，逐寸落来嘛，噗噗跳。要讲话就困难啦、啊，爱搁开口有啊，搁在文斌啊，迄几十几个有无？要出去挂会，爱搁啉口开口有，啉落才会唱啊。啊，未讲哦，会唱了了，大你都拢有看的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就顺家。咱的天性，
无形是咱的天理，写出着心灵一点意。灵源有无一条天，爱咱行顺性嘛？今咱离袂开着咱的本性嘛？啊，要来照着咱现主时这个自性，安尼咱才有法度脱开着咱现主时所有你的疏离嘛？世间就是疏离啊，吼、哦，照讲理书啊。今日咱要用字献功啊，这是相拗啊。真理是天界，显露安定是自在。咱即马直接出出入入家，拢会了解啊嘛，哦，啊，只是咱要搁更加了解嘛，精益求精嘛，哦，咱要搁增长。咱较悬的智慧嘛，咱要搁人点心嘛，唔知伫只草体恁人体，啊，这是气呀、啊，咱的命一定要靠气呀、啊。这个意义你若知影，你就惊会落啊嘛，你就要练到够啊嘛。无彩，就是你做无够嘛。一个聚会，伊就讲安尼就会杀你啊。但是道伊是无一个法门嘛，无一个要求嘛，随缘呐。伊要安尼就好啊，伊要搁来过，咱嘛无法度啊。但是咱今嘛，这世人咱都要修缩啊，有这个性格、正格、品格啊。唔知你讲，咱还有这个品级，品是三个口呢。唔在咧讲三元三品，吼、哦，有较好的品，有较中的品，有较下的品。要讲来讲，有状元，有放浪甲探花，了，就是咱即马讲证书，啊，这甲属性地嘛同款啦。所以讲是形容无同咧呢，但是咱的逻辑观念呐、啊，你若正确。你讲到这就杀到这来啊！哎，就是咱的境界嘛。你这个心境来到这个外界嘛，啊，外界都无限啊。哦，有限就是死的啊。这个残酷到这，安怎来切啊？就三公分，底下差距呢呢，硬要切个几百，硬要切个出来呢呢，走未去嘛。爱就是有限啦，盖子嘛。真理有路，定咱心，开源转路现世明。咱拢是对开灵，灵气灵动起来。即卖早顿下咧，无伊做早顿，买阿妈时伊就想讲要来吃，伊无来吃是。规身躯袂轻松嘛，爱来行家有无？来正多加小佛啦，伊嘛是咧累了嘛。所以讲，迄是一个过境嘛。啊，咱人就是讲，你爱过会欢喜呀，吼，你爱有想买呀，唔则得会着。今日个咱头前，即个无破产的，爬远啊，新的破产的无。这两天他就修行了，修行是这个意思啊。成就感，你一天一天要怎来养肥料，要怎来养鱼，要怎来顾这个猪，那就是成就感嘛。顾你就是修了嘛，是咱一点灵气要来讲就出现。母啊，爱咱有这条灵性，今天有行在通嘛。哦，这是什么个性？那是属于咱的原性。原性来出怎？就敢那像讲无生有的啦，一直生就对啦。敢那这个天地、大自然，伊照安尼轮回嘛。你今仔日芒果的时阵就芒果，
恁乃至就是乃至，硬硬就硬硬，火龙果就火龙果，袂去吵去啦，迄都最贵嘛。啊，咱人嘛同款啦，囡仔咧大，这是幼稚园，这个是国校啊，来个大学设施无，都拢差不多平均啊嘛，成熟啊嘛，是咱这个当中。在学在学习这个当中，咱不爱有伤大的差距嘛，不爱有误差，咱家己去误着嘛。啊，这就是小款啦。我你嘛讲我，我家己会听，家己会讲。啊，照着这个意传音，啊，恁来听，啊，恁照安尼来练，个个呐进步有无？这个个就成啊。啊，这不是乱谈的啊，这不是黑白讲的啊。过去咱唔知影有无，较无啊清楚，较唔知影这个深有无。啊，就拢中国病啊，中着咱即马灵咧讲这啊。啊，遐个性先人有无？遐典章啊，咱拢无去甲了解啊。啊，然后有五档的杨师姐有无？伊则录迄个。咱所讲录录音大有无？我听，搁听，听，搁听，听几多年？啊，咱有苏老师有无？啊，咧甲解说白文，我唔则较知，唔较知，错当诶。我叫伊去大陆买寒山书道，买所有诶这个经本有无？再咱讲迄个解说诶遐呀，都看无啊。啊，咱就是看无，有当时都安尼一工度过一工啦。啊，但是即马都拢白下，解说甲拢白塌塌。所以讲，咱只要一个买啊，你若坚信嘛，啥物拢做会到嘛。新鲜是欢迎去做嘛。咱拜神，咱就是要做仙呐。啊，这上介简单的工作啊。啊，大家舞甲舞飒飒，好无？拢要做高人啦，这个高人世间有无？你若有钱，就变款啦。哦，你心若定无调有无？你就去惹一寡祸端啦。所以有钱有好有歹，看你安怎来使用。今日有好功夫，嘛是有好有歹，看你要安怎来铺排，要安怎来用。功夫若愈好，心若走去愈熬共偏嘛。所以讲，咱也是保持啦，修行的热爱，有好食，有好睏，啊，咱家当爱做诶来配合。啊，若无迄个真正咱爱做诶，你毋免去标工课，因为咱毋是咧做工事诶，咱毋是社会中咧打拼诶人。因为咱这拢是退休啊嘛，啊退休是啥？顾咱这个阿丹嘛，顾咱这个东西线，卖去学着，卖去学登去，安咱就会当食甲咱这世人爱做的，配合着咱祖先爱咱该配合的，安咱才会当圆满一切嘛，唔是咱个人念念嘛，你这个身躯。是祖先给咱的嘛？啊，祖先啊，讲啊，讲生老母，唔知有咱，所以讲咱饮水思源嘛。啊，这则是咱咧讲的嘛，返本追溯嘛，是咱会当安尼传，咱这个心念嘛，你才会当来做个结嘛，上好的嘛，上观点的嘛，这个结品。落地真源现世面，转落清家安定，无形一条正天理，引咱顺家上天的无疑。